好，就是糖淀那个粉啊。的话，它应该是六寸的两颗的量，好，六寸两颗的量。老师，那个炸饼可以不用滤起来？等一下，最后再滤就好了。就在那里。如果你有把伯爵茶粉打得很细的话，我觉得留一些伯爵茶叶在里面也是有它的香气哈。会不会这个客量太大了？哎、欸，他待会。一个要一个几层？哦，差不多二十层。所以减四十张。应该会超过呗？看你们的锅子大小。那我倒。那个助手，阿丽，你帮我准备那个锅仔，在上面的那种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要先过在场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粉的结粒哈，我们把它过筛之后，它会比较细致哈。